如果可以跟未来的你通一个电话，你想和他说什么？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我想这点我爸也应该有同感。喂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十七岁之前，我唯一喜欢思考的问题是，人为什么要活着？直到十七岁，我觉得我突然找到了答案。究竟怎么才能成为他眼里的重量级人物？我觉得是我高中最重要的课题。仿佛蛰伏于冰海，我很恋爱。是画面自打起了飞升梦自一般闪烁，倒影在这一刻塞满了耳朵。这一道墙不不知道你想起这段日子遇到不清，别把话说得太赤裸。我只好不需要你的解释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曾清醒过，也曾无来由的对我爱之如此。昨晚的梦很清晰，现在是明天的梦很清晰。你别忘了对我的承诺。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和你一样，但是只有你是我独一